如林舞蹈团，哇，有各式各样的舞蹈呢，在台上呈现给大家。另外还有呢，大朋友小朋友最爱的魔术表演，还有我们的溜溜球。所以呢，先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右边的圣诞树？漂不漂亮？要不要看雷射灯光秀？把你的手举高好不好？跟着我一起来倒数计时哦，准备好了吗？一起倒数计时，来，我。圣诞树来自呢16米高的银色圣诞树，也代表呢台中市政府的用心。来，往这边的方向。这一次呢，其实相当的不简单呢，因为呢动用了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呢呈现给大家哦。除了呢有可以看到动画的雷射灯光秀呢，当然在现场呢也可以看到啊，最漂亮的呢我们的圣诞树在现场呈现呢。Thank you.